对，所以反正我长大了。啊，你长大了？对，大了了。哦。所以长大就是我这样子了。哦，刚刚不是你大了。啊，刚刚是甘蔗甘蔗啊，你。对了对了，没有。哦，那这位呢 ？Hello， 大家晚上好，我是小明，然后在戏里面就是演这个阿凤。也是李光航大哥的老婆，戏里面的老婆啊，讲潮州话的。哦，你演李光华的，哎呦，你把这么大 style 给好李光华哎。哇，啊、谢谢你谢谢你，我很喜欢你了。你太漂亮了，嫁给李光华太浪费了。我很喜欢你们，那个大屌就该哈。希望你大屌就该。那你本身是潮州人吗？是，我本身是潮州人，我是地主人，这个地主人好不好？地主人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啊，哇，感谢感谢。甘蔗甘蔗真好真好。啊，潮州话不是嘴舌咩？是感谢咩？感谢感谢。啊，也是一样嘛。啊，不是嘴舌哈。我们的阿凤每次有事没事都叫人家修感觉修感觉。哎、欸，这个就是对你而已啦，对你而已啦。对对对，因为这个修感觉是同一起吃啊，所以潮州话就是修感觉。对对对对对，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。啊，所以要给他们多多的加油。我们